到新中國的建國的鼓舞，十二個我們愛國工會在1950年艱苦地創立了我們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澳門回歸祖國後，總結半個世紀以來愛國工運的發展經驗，配合新時期職工和市民的訴求和需要，工聯總會不斷地革新會務的內容，積極參與社會服務社群。我們全力地擁護和支持特區政府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嚴格依基本法施政，積極地推動勞動立法，依法地爭取和維護職工的合理權益，努力地拓展新時代職工和市民殷切需要的各項社會服務，並充分地發揮政府和市民的橋梁作用，反映職工群眾的心聲和訴求，推動建設廉潔高效的政府，落實惠民政策和措施。在上個世紀的40年代末，由於當時政局動盪，澳門經濟處於低谷，廣大勞動階層失業和半失業的情況嚴峻，不少人生活陷入困境。到了1949年10月，在新中國成立的鼓舞下，木藝、茶樓、鞋業三個工會本住救人自救和團結工友的目標，發起了籌備成立工會聯合總會的工作，並在同年12月，12個工會召開了第一次工會代表大會，以及互選產生了工聯第一屆的理事會。1950年1月20號，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正式成立。60年嚟，维护各业职工权益同埋提供社会服务，一直系工联总会嘅核心工作。为此，长期以嚟，工联总会都积极透过敦促政府订立劳工法例，以及积极监督政府执法等不同途径，保障各业职工嘅权益。同时，工联总会仲开办咗大量涵盖教育、医疗、老人、青年、托儿、文化康体、职业培训、社区工作等服务的事业机构和活动场所，以及在本澳各个地区开设了办事处，为全澳的职工群众提供更全面的服务。工联总会在1950年成立之初，艰苦创业，由无到有，从小到大。在经过60年来历届工会工作者的努力之下，到2011年5月1日，已发展成拥有69个直属会员工会和3个名誉会员工会的工会联合组织，范围遍及建造业、制造业、旅游服务业和公用事业、交通，还有政府公务员等多个系统，其中包括7个总工会，即是建造业总工会、制造业总工会、商业雇员总会、服务业总工会、交通运输业总工会、幸运博彩业职工总会、文职人员总会。工会除了履行为所属行业职工争取合法权益的基本工作之外，亦都藉着开拓大量的社会福利工作，不断扩大面向职工的服务范围，为澳门的社会服务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各工会在团结和发展会员的同时，亦都积极推动他们参与工联总会的各项活动和工作，进一步壮大了工联总会的力量。工联总会能够取得今日的成绩，和每个基层工会历年以来的支持和努力是分不开的。长期以来，工联总会代表各业职工积极推动政府订定各种劳动法例法规，加强劳动者的法律保障，主要包括澳门首部劳工法、劳资关系法律制度、就业政策及劳工权利纲要法、社会保障基金制度、工伤赔偿法例、停工补偿法例、工业安全法例、打击黑工法规等。2008年，工联总会在原来的权益委员会基础上，正式成立工联权益工作部，并设立了工联斯多口职工服务中心，
北区职工服务中心两个维权中心，加强落实维护职工劳动权益的办会宗旨。2009年1月1日，经工联总会多年努力争取的新的劳动关系法正式实施，新法加强了对各业职工的职业保障，加强建制内参与，是工联总会支持和监督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不断推动改善劳动、社会保障、居住、医疗、教育、交通等各项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施政工作的主要途径。工联总会代表自1984年起已经参与澳门议会选举，回归后亦从无间断。2009年9月份，澳门进行了特区第四届立法会选举，工联总会有四位负责人分别循直选和间选的途径成功当选为立法议员，增强了我们在议会的力量。目前工联总会有多位代表分别担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获特区政府委任参与各个咨询组织，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参与国家和澳门事务，为广泛听取民意、接受市民的申诉以及更好地服务市民，工联立法议员长期以来监督政府施政，反映职工的诉求，其工作得到社会人士的认同。工联总会本着全方位维权、多元化服务的工作目标，强调进行社会调查以掌握社情民意的重要性。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工联总会政策研究暨资讯部相应展开了多项调研工作，成效明显，形成了良好的调研风气。各项调查发现广大职工对工联总会的期望主要集中在维护职工权益，帮助职工改善福利待遇，提供多元化的在职培训，督促政府设立最低工资制度，促使当局停止输入外劳，加强监督政府施政等等。工联总会政策研究暨资讯部近三年的研究成果包括澳门各业职工工作现状调查分析报告、澳门居民社区服务需求问卷调查分析报告2008、2009年澳门青年就业形势网上问卷调查分析报告、2009年澳门长者生活现状和服务需求问卷调查分析报告、2009年澳门妇女就业环境问卷调查分析报告等等。工联总会政策研究暨资讯部2010年更进行了澳门最低工资立法研究大型维权调研项目，以回应职工的诉求。对于职工的期望和要求，工联总会珍而重之，将会继续结合科学民调和实际工作，及时回应职工呼声，开展职业培训，协助职工就业，是工联总会提供的一项服务，其中包括2004年成立的饮食服务厨艺培训中心，设有中菜、点心和适应三方面的培训课程，为有志入行人士和在职人士提供有系统的专业培训。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在2005年10月投入运作，主要为中壮年人士提供培训，加强他们的自我提升能力。未来工联总会将因应社会和职工的需求，继续开办各种职前和在职培训课程，提升澳门职工质素。同时工联总会职业转介服务为本澳失业在职的职工和雇主提供免费的职位配对服务，多年来在广大职工和各界友好朋友的信任和支持下，成功协助超过数千名工友再就业，为累计超过1万人次作求职登记。劳工子弟学校是工联总会在1950年创办的第一所学校，现开设有幼稚园、小学和中学三个校部，50多年来为社会培养不少人才。
业余进修中心是工联总会在1982年创办的一所非牟利综合成人教育机构，为在职人士提供继续进修的途径。澳门工联职业技术中学是工联总会主办的一所学校，其课程约有 50% 是社会文化课，其余 50% 课程根据各专业需要开设各门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专业技能课、教学实践课和生产实习课。工联总会在1951年3月15日开办工人医疗所，数十年来坚持为广大工友提供廉价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在2004年更获特区政府颁发仁爱公职勋章，表彰医疗所对本澳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的贡献。现在分别有台山、士打口、右汉及美的路工人医疗所。四间医疗所分别设有内科、外科、妇儿科、牙科、眼科、五官科、心血管专科、针灸、理疗、儿童保健、中医、铁打、心电图和各种的检验。工联总会长期开展职工体育运动，丰富工余生活，定期开办各类型体育、龙狮武术培训班，并积极参加本澳各项公开赛事，屡获佳绩，为推动本澳的体育武术活动作出了不少的贡献。1958年，工联总会发动群众义务参与兴建工人体育场工作，为职工提供一个活动场所。工人球场不单止是很多澳门人的集体回忆，亦都是工联总会成长的见证者，记录住澳门人以及工联在体育方面的点点滴滴。2003年9月13日，位于关闸新工人体育场的启用，更加是工联总会在体育方面作出的又一贡献。工联总会设有文化委员会，面向基层展开文化艺术活动，其设有的团组包括工联舞蹈团、工联合唱团、工联曲艺团、影友协进会，每年举办不同类型的活动供市民参与。2003年，工联总会增设了文娱中心，为文化艺术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多功能活动场所。为了加强长者服务，建立长者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和老有所乐的体系，工联总会先后开办和承办了松柏之家、望下老人中心、工联健儿长者服务中心、九澳老人院和常青活动中心等长者服务机构，为协助各业职工解决年幼子女照顾的问题，工联总会在1986年11月开办了工人托儿所，政府在1989年10月和1997年2月先后将望下托儿所和童真托儿所交给工联总会管理。各所坚持为各职工和市民提供低收费高质素的托儿服务，赢得大众的欢迎。为更好凝聚青年，工联总会属下设有工联青年中心，创立有舞、不平凡系列、潜能尽显、全能 MC 大赛系列、新音乐、新力量、全澳青少年新秀歌唱创作大赛系列和万有引力系列四个品牌项目。2008年，工联总会在水坑尾开设了驿站，为会员提供贴心、关心、舒心、
开心的服务，并迅速成为在职青年职工的文娱休闲好去处。工联总会属下设有工联台山社区中心、工联氹仔综合服务中心、工联北区职工服务中心、工联北区综合服务中心、狮打口职工服务中心，共五个社区服务点，为各区职工提供各类型的文娱康体活动、兴趣班组同埋专题讲座等多元化服务。为迎合居民、会员的需求和会务发展要求，近年工联总会加强网站建设，以期透过建立一个全新的、具有宣传、交流、服务功能的电脑网络，增进工联总会、工会和服务机构与不同年龄、不同界别的朋友紧密联系和沟通，以利共同创建和谐社会。而工联形象大使喜怒哀乐公仔在工联网站 www.fom.org.mo 各项栏目上亦都担当着重要的宣传角色。工联网站管理小组为了向青少年朋友宣扬爱国爱澳的正面信息，推出社会研究、社会教育漫画系列，而推出的漫画有《迷途之返》、《青春晚年》、《网路安全》、环保急先锋等等。目前网站栏目丰富，较受欢迎的有蜜蜂居、 PK 论坛、调研方、公仔特区和公仔讨论区等等。工联总会自成立以来，因应社会情况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援助行动，包括向失业工人和贫苦大众派发所需品。工联福利基金会每年都会举行街头筹款活动，为援助因工伤意外等突发事故令经济陷入困难的家庭解决燃眉之急。同时工联总会更为内地风灾、雪灾受影响的同胞举行筹款活动，充分体现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的优良传统。展望未来，我将会继续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承担的精神，履行好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特区建设的参与者和和谐社会的建设者的职责，竭尽所能发展爱国公运事业，建设特区和谐社会，为缔造澳门特区充满朝气活力的美好明天作出我们更大的贡献。